看例题二，他说将个柔软导线弯成心形，这是我是随便画的，心形的回路呢如这个图，并将它置一个光滑水平桌面上，通以交流电流，这电流的话呢一会儿往这边一会儿往这边这样子。好，那么它心形回路的话会怎么样？首先我们看这个电流的话，因为它的趋势是大概是一个对那个圆的图形嘛，也就是说这里的电流跟它对面的电流是相反的。我假设是电流是这样绕的时候，它永远相反。如果这里电流往这边的话，这里电流往这边嘛，那如果这里电流往这边的话，这里电流往这边，那我们知道它对面的电流如果方向相反的话，它是互相排斥的。那这里的话对到这里的话，或者是这里对到这里，它电流如果往这边的话，它电流就往这边嘛，所以它跟它的对面都是互相排斥的，而且电流方向相反的话互相排斥，也就是说这整个线圈它的对立面始终互相排斥的，也就是不论你是交流电或直流电的话，它都是互相排斥的，所以这个心形它会什么？它会胀大，面积的话会加大，所以呢它的面积应该加大，所以这一题答案应该选多少？应该选 C， 会变形使其所谓的面积的话呢增大。